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家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。我都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，难以放掉。我都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这个手表多少钱？是1300。啊，跨栏的奖品是手表。女子跨栏呢？陈小希、林静晓。公平竞争啊！摆动腿，积极下压，要保持身体平衡。不是林静晓拍的卧底吧？林静晓的卧底可轮不到我。这他真的要跟我抢手表？哎，大哥说操场等你。等我干嘛？我回家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先帮你简单处理一下。这几天你就先不要跑。哎，行。不行，老师。林静晓想给他爸送手表，所以才跟他运动会的。这回我可是让了你一条腿，你可得给好好跑。你就帮一下陈小希吧，他那是为了赢了手表，想送你当生日礼物。嗯，给你。傲什么气呢？什么王公之女，什么天仙佳人，都赶不上你的一点一滴啊。对嘛，什么鬼李薇，根本就赶不上我的一点一滴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看电视啊。嗯，爸，你要不要吃西瓜？不吃，不吃西瓜。啊，你赶紧写作业去啊。嗯，好嘞。看我新感受。昨天刚改的校服裤，意大利名师 How are you 作品，看看中国新锐设计师肖西琛，赢了。安静一下啊，通知一下，第三节音乐课改上英语课了，准备一下吧。你说怎么回事儿？咱们又不是高三，为什么要占用咱们的音乐课？不知道啊，听说咱们学校算晚的了。其他学校早就这么做，这是揠苗助长啊，这样会影响学生发掘更多个人特长的呀。教育局局长，你说的对。隔着楼道就听见你们在喊。英语课的事儿说了吗？我说了。今天的音乐课照常上，不上英语。宣布个事儿啊，本周咱们学校要举办戏剧比赛。周五开始比赛，但是这个周四咱们班内部先进行一下评选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别顾此失彼。我以后要是没考上大学啊，
也来开一家学友书店，表面上卖书卖文具，暗地里就搞学生缴费交友中心。我就站在那儿啊，我就一边数钱，一边看着孩儿们谈恋爱，真好。哎，你先把你个人问题解决了再说吧啊。那江晨怎么样？就那样啊，我水滴石穿。你还没滴穿，人石头就先被人搬走了。谁敢卖我石头？林川，我听见李薇找江晨，眼泪。江晨不会答应的，他那么拽。那难说，那说不定人李薇娇滴滴的多爱秀几次，人江晨就答应了。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呀？你也去求啊，学人家，演个情深深雨蒙蒙什么的。舒缓，你别动，我要向你飞奔而来。别遮了，就你还演道明寺呢？人家林静小可比你霸道总裁多了。我们反串行了吧？别挣扎了，来我们组吧。凭什么跟你一组啊？因为我们组有林静小啊。组长，吩咐吧。我们现在组里还缺一个人。哎，江晨，有一事儿要便宜你了。哎，我不占小便宜。哎，那你帮我们忙行吗？有话直说。我们要演这话剧。嗯，现在呢，有我、陈小希、林静晓，我们三个参加了，就差你了，来不来？你，嗯，你，啊，不来。哎，你先别拒绝这么快啊！就我们这剧啊，大制作、大卡司、经典重现，包你一炮而红。哎呦，你们什么剧啊？导演，咱们什么戏啊？我们是那个暑假巡回热播的大剧《还珠格格》。回味多年依然长盛不衰的经典，特别好。江晨，你愿意来参加我们了？来，我给你讲讲戏啊。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剧组呢经过一个非常周全的考虑，决定由你来出演尔康这个角色。哎，不，打断一下啊，就他为什么演尔康啊？因为我要演紫薇啊。我是导演，我想演谁就演谁。好的，导演，好的。再说我这么温柔得体的个人气质，不是和紫薇很像吗？嗯。嗯，我们接着说啊，这个尔康呢，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。紫薇，不要走，就这个动作，深情全在鼻孔里。陆阳，嗯，演一个。就这样，知道了吧？不演。江晨，你演一个嘛！不好意思啊，江晨，打扰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！好，我扶你去。不要扶我！瞧瞧这戏剧张力呀！
剧本给你，别再给我。哎，我大哥是你能碰的吗？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我现在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就是我想演的那个片段。你想演什么片段呀？突出重围，英雄救美。突出重围？咱们没有群众演员，我都给你想好了。你们到时候就演小燕子和五阿哥在草原上骑马，然后滚草地那段。滚什么草地啊，多窝囊啊！我不演了，你们自己演吧。哎，那别碰我。有吻戏，好戏。哎，李金条，李金条，那个到时候咱们俩演那个五阿哥和小燕子。对啊。哎，草原骑马特帅，草原骑马的。到时候我们把自行车扛到台上。当马骑，你看我大哥有想法，我带你到时候。我去。导演，我现在呢，就是对咱们这部剧特别的有热情，我会投入我120%的努力去完成它。但是我就想请导演，就是，就我们那场戏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吗？就是。啊，下次聊，下次聊。行。吴老师，脚还疼啊？哦，要不您给我看看呗？行。哎，疼！不对啊，你这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可我就是疼啊，就跟那个走路跟针扎一样。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药，就上次那种就行。你既然还疼，那说明那种药可能。对你不管用，这样吧，我再给你找找啊。你试试这两个吧。怎么了？老师，我叫林静霞。我知道啊，病历本上写着呢。哎，你回去试试这两个药，啊，如果不大要紧的话，就还是别多用。哦，对了，老师，那个衬衫还给你。啊，行。那我放这儿。哎，好好好。老师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，拜拜。走路跟针扎似的。你以为你是美人鱼啊？哎，陈小新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别碰我，我跟你可没那么熟。我们特别熟，亏我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呢。你倒好，什么事儿都瞒着我。你再这样，我们可别当好朋友了。哎，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不是我逼你的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告诉你的。那一天运动会完，我不是翻墙出去了吗？老师，我必须得出去一趟。你这出来不是要做什么坏事吗？绝对不是，我发誓。裤子破了，系上。哇塞，好浪漫！要是江晨也送我一件这样的衬衣，我巴不得每天都把它供起来。对你这么一说。我觉得我好像是有点花痴啊，花痴是恋爱的前奏嘛。哎呀，反正你不许说出去，说出去我就向全校昭告你喜欢江晨，同归于尽。啊，行，我们快去准备台词吧。你真要演《还珠格格》啊？人家李薇演雷雨，你演《还珠格格》，这完全就是两个档次嘛。再说，你搞定江晨了吗？哎呀，他们严肃，我们就搞笑嘛。各有各的市场，至于江晨嘛，他就算不来我们这一组，应该也不会去李薇那一组。反正，谁也别想得到他。
不要扶我。如果有一天我瞎了，我不要你一直扶着我，因为我会痛恨一个无能的自己。尔康，尔康是你吗？尔康，不是啊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你的声音跟我的尔康一模一样？你把我的尔康怎么了？弄死了。那你来当我的驸马吧。想你。哎，看路吧。哎，紫薇，你才瞎。紫薇碰瓷。紫薇没碰瓷。你紫薇，你走行吗？好，过慢了。这个车是我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停停停停，赶紧赶紧，找座坐坐。你们这对戏剧大赛热情很高啊。不过我刚才看了一圈，就你们这水平，能拿得出手去吗？我看这样吧，江晨、李薇、林静晓、乔露、王松松，你们几个呢形象好，平常表现也不错。哎，老师，你把手放下。你们几个组成一个组，好好准备准备啊！其他的同学自由组合，到周四，咱们在班内进行一次评选。尔康，你真的要去李薇那一组了吗？江晨，我们一会儿讨论一下角色的分工，好不好？你不服气，你自己也参加呀！参加就参加。我一会儿过去。尔康，你真的要抛弃双目失明的我了吗？你不当我的眼睛了吗？我来。吃饭。谁当都一样，反正你先。把我盯着他俩。静静，大哥，你这不还有我呢吗？你重点培养培养我。哎，要不咱仨组队呗？不说三人成虎吗？咱仨就是小虎队。哎呀，有多大的老虎都没用。我们现在缺的是小燕子，小燕子，我的小燕子。我有办法。哎，小燕子，你等等我呀，你帮我对台词呗。我告诉你，陆阳，我不是你的小燕子，而且我没空，找你新搭档玩去。你看你，又吃醋。我对他的感情，哪有对你的深呀？再说了，你迟早都是我的小燕子。陆阳，你俩真挺配的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治病去。李老师，上次我好像落在这儿一本书，不知道您看见没有？在。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就这个。诺顿星球手册，喜欢天文学。那个老师。哟，哎，李太医，哎，不不不，李老师，我们俩一个班的。啊，你脚也崴了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那个，我心脏病。我从小就这毛病，又可严重了。初中的时候抢救过好几回呢。那个老师，那个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平儿，你过来，你的生母并没有死，她还在世上。不是她，爸，你告诉我，不是她。平。妈，哎，平，我万想不到是这样。陈小信，你别偷听我们。就你们这乱伦大戏，谁想偷听啊？什么乱伦大戏啊？你连《雷雨》你都没看过呀？有没有文化呀？行了啊，
继续。挂微信。哎呀哎呀，这戏我演不了了。你什么情况啊你？我吻戏呢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等过了初赛，你还是五阿哥。小燕子还等着你呢。对呀。等我做一下心理建设啊，进入一下角色。心理建设啥呀？你这日子过的。这场戏呢，讲的是我被刺了一刀，快要死了，然后我就把你，金锁，托付给了他。不，小姐，小姐，我不嫁。你别老给自己加戏，你老大才爱加戏吧？一会儿演瞎，一会儿被刺呢，跟那儿。我那是演技好。没错，你那是心机重，你根本就不想把尔康让给我。大哥都快死了，你还惦记着我？他那是身体虚。哎，你们快别吵了，我这还插着刀呢。闭嘴！闭嘴！不演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不演。吴松，吴松，我。队友啊！我一想到江晨要和李薇演一对儿啊，我这个心呢，就一个劲儿的想叹气。我们江晨得多难过呀，这简直就是包办婚姻呢。不行，我得帮助他。得了吧你，你怎么帮助他呀？嗯，我要把他们 PK 下去，代表咱们班级出赛，还江晨自由之身。那你还不如靠我简单点儿。我演江晨的妈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的婚姻我包办了。谁说包办婚姻不好呀？我就好这一口。瞧你那出息！尔康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就来救你了。你干嘛去？买灯泡啊。你家灯泡烧了？不然呢？我买来吃啊。那你家现在岂不是漆黑一片？你害怕吧？要不然我来陪你啊。你陪我更害怕。哎哎，你们剧本改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新加入了吴柏松，然后陆阳反串金锁，剧本改的超精彩的，说不定会赢你们哦。到时候你们要是被刷下来了，我可以考虑考虑让你进我们组哦。谢谢陈导，不用了。哎，干嘛了？孩子吧，他把药落我车上了，我这给他送个药，我很快就出来啊。啊，学校规定陌生人不能进来。孩子这个病啊，拖不起啊，这药是按顿吃的，这不敢耽误啊。您帮帮忙，通融一下。不行。这怎么能出？哎，同学，我打听一下，你那个认识高一八班的陆阳吗？认识啊，我班呢。哦，我是陆阳的爸爸。啊，他把药落我车上了。我要进去呢，这大爷又不让我进，您看方不方便帮我给他烧进去？没事，给我吧。哎呦，那谢谢姑娘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那再见啊。哎，谢谢啊。没事。陆阳知道又该啰里吧嗦。我那个心脏病。啊，哎呀，我从小就这毛病，又可严重了。啊，门口遇见你爸了，让我给你的。嗯。陆阳，偷什么呢你？给我俩，哎呀，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快来救小姐！你赶紧使劲。啊。嗯。不是叫我帮你顺台词吗？还需要吗？要。哪段？嗯，就这个。尔康啊。嗯。金锁，你不要误会，你那么可爱，那么完美，我怎么会让你做我的小老婆呢？不要这样说了，你要再这样说，人家就真的觉得无地自容了呢。
自己班去。哎，尔康少爷，你别走啊，我愿意做你的小老婆。哎，大哥，咱们今天还没对过台词呢，要不再练练？我的演技我倒是很放心，你的嘛，就有点差强人意了。我也觉得，主要是我表情控制的不好，而且我觉得我说台词的时候不顾代入，可能是尔康这个角色和我本人的生活经历不太一样。你这是要进军演艺圈啊？体育圈有的运动员会有这种想法，可是我不是，因为我还是最喜欢当你的小弟啊。那还是算了，不过咱们要是继续练的话，总得找个地方吧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走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到了。我奶奶有老年痴呆症，一会儿能记起来事儿，一会儿记不起来。那个是写来提醒她的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奶奶好。是小松同学吧？嗯。还没吃饭呢吧？嗯。我去给你们俩做饭啊。好。你爸妈呢？我妈在外地照顾我姥姥，我爸……哎，咱们不是来对戏的吗？台词本呢？哦。奶奶，儿子，你回来了，小松带回来了吗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又跟小松吵架了？别老说他，我们小松挺好的。嗯，我以后不说他了。这就对了，父子俩有多大的仇啊！你别看他不说，他在乎着呢。前几天你不是没回来吗？他在桌上等了你两个小时呢。也就一个小时，就是你非得让他去学游泳，小小的孩子多可怜呐！没有个朋友，也没个同学的。嗯，奶奶，我就是小松的同学啊，我们还要一起参加戏剧大赛呢。真的？真的呀！吴伯松在学校人缘可好了，好多人抢着跟他玩。这就好。你们可要好好相处啊！这孩子不容易啊。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奶奶以前有过认不出你的时候吗？没有。你真的没事儿？没事儿，这样也好。他总是担心我和我爸吵架，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有人哄着，也挺好。你和你爸关系很差吗？总觉得他只会逼我游泳。从我六岁怕水，他把我推进水里，他一路从少年队把我逼到市队，然后又进省队，也不管我喜不喜欢。那你真的喜欢游泳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你看我不也什么都不会，还不是无敌美少女一个。你在干嘛？换了灯泡之后发现不是灯泡的问题。你能搞定吗？要不要找人来看看？我不像你，我物理可没白学。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女孩子晚上一个人这么晚回来，
我没一个人回来，吴松送我到巷子口了。哎，你台词记熟了吗？记不住，忘完了。江晨，是这本吗？对。谢谢大家。讲的是紫薇奋不顾身舍己救人，救下了一国之君的皇上。现在他身中巨刀，他要把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小伙伴一把金锁许配给尔康。尔康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好，你说。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把金锁托付给你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他。好，好，现在请欣赏，拔刀。下面这场戏呢，讲的是紫薇告诉金锁，他给金锁准备了包办婚姻，对方有房有马车有北京户口，从事公务员工作。姐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当时啊，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，就只想给你安排好。万一我要是不能嫁给尔康，我已经把你许配给他了，你也要跟着他。什么万一？我不许你这样说。我不会给你抢尔康，我会找到我自己的钥匙的。别心眼心啊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啊，好好好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谢幕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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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同学，很看出来大家在这次戏剧大赛啊，非常的用心。到底哪一组能够胜出，相信大家已经一目了然了。江晨，我觉得你们这组啊，今天准备得非常充分，表演的呢也很精彩，一定会给咱们八班争得荣耀。陈小希，你们这组非常搞笑。不符合这次大赛的主题啊。江晨，你们一定好好准备，代表咱们八班啊，拿个好成绩。好，非常好。咋了，大哥？刚才玩的不开心？谁跟你玩了？我很认真的，好不好？算了算了，技不如人，怨不得谁。不过我这次牺牲可大了，你看我这衣服，我妈回去肯定得杀了我。你等等我。哎，你小心点儿。没事，大哥，我马上回来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到尔康呢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紫薇的词儿？你其实是想加入我们组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坐。我其实知道你不想参加这个比赛，所以就想说，要是我进了，你就不用参加了。
不过既然你进了，那你就要加油啊，毕竟人生还是要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嘛。就走了？你不走吗？罗松说让我在这儿等等他。那你慢慢等。这个给你。这什么？我衣服弄脏了，我奶奶都用这个给我洗，特干净。正常人不都觉得应该干脆送件衣服得了吗？那你再等等我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关于这次的戏剧大赛呢，为了保障演出的同学能够安心排练，我决定再安排几个同学负责他们的后勤保障工作。王大壮，这次你负责道具，啊，廖晨璇，到，你负责确认好他们的麦克风。陈小希，到，你就负责录一下雷声啊，一些配音工作。夸啥？哎，对，就这个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我数三二一，你就开始按啊。嗯。三二一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不行，这个雷声得配合戏的情绪，有大有小，这样才有感染力。行，那你再抖个感染力，我听听。一二三，一点都不行。你来试试。不是你那么认真干嘛？随便弄弄就得了。你不懂，我得把这事儿弄好，才能让他觉得我并不是什么事儿都干不好。你这是为了爱情什么动作？嗯，再来一次嘛，我来走，我来走。这面满了，反过来，反过来吧。哎，陈小希，一起去礼堂吗？我去不了，我有小组赛。那你还走这条路？我过来把这个给你。这人咋我说啥他就买啥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起开，起开，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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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呀，小心点儿，没事吧，小希？没事，哎，你端盆水干嘛？老师让我负责道具，这雷雨总得有雨吧？那你就端一盆水往舞台上泼呀。来，大家走了走了，上台了，快点快点，都动起来，下一个就是咱们了。哎，陈璇，你帮我放放雷声，我去换件衣服啊。嗯。这放哪面呀？欢迎高一八班的同学给大家带来《雷雨》。思枫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平。
妈，这不会是真的。父亲，母亲，我怎么就这么爱看《天下有情人终成兄妹》的剧情呢？哎，别嘛，再来一次啊！哥，你那么认真干嘛？随便弄就得了。你不懂，我得把这事弄好，才能让他觉得我并不是什么事儿都干不好。你这是为了爱情什么都能做？再来一次嘛！我来走，我来走。怎么回事？什么事？我怎么知道？这衣服陈小希穿大了一点，但也比试衣服好。你躲这儿干嘛？就是。哎，大哥，结束了。我还特地赶回来了。陈雅欣，你今天真丢脸。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，变出你和我对话。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，哪里会让我停下？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，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，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，你明白呀？告诉我这是梦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，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。转放不下，满腹辛劳，满喉喑哑，初心燃一路芳华。告诉我会实现吧，是我的梦话。
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，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。